刘星，我许愿，让我有很多很多很多钱，有很多人投资我的公司，还有，我要一个帅气又能照顾我的男朋友。拜托拜托拜托！如果星期雨的话，是那个长男，像石头像。这种形象是什么事儿呢？你心情不好吗，思雨？嗯。就让小欧来温暖你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？因为小欧监测到你现在很需要一个怀抱。反正是做梦。那我就再放肆一点吧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管我去哪儿呢？你是要回家吗？那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下次再聊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好朋友。下次见。要不咱们先喝一杯，边喝边等吧。来，我敬你前面说。嗯，初次见面。嗯，哎，是这个屋吧？啊，哦，陈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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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来了。陈总您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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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您先坐，先坐。好好好，您先坐，来，您坐中间吧。好嘞。哎呀，钱秘书啊，哎，这个房间有点热啊。哎，让服务员。哎，不不不不不用。啊，陈总，那我帮您把衣服挂起来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哎呀，这个交给小欧吧，小欧最擅长做这种事情了。你平时那么辛苦，就让小欧来照顾大家吧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！今天下午啊，我公司啊来了三波创业者，都来找我投资，所以啊，迟到了。没事，陈总，知道您特别忙。哎哎，钱秘书，哎，这位是，我姓顾，我姓顾。哦，对，小对，叫我小顾就行。哦、陈总你好，小顾，照顾领导的顾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顾好，你好你好。陈总。我之前呢给你发过好几版公司的 BP， 您有什么修改意见您可以随时跟我说。哎呀，今天啊工作很辛苦，有点累了，咱们不谈工作，开心啊。开心最重要。对 对, 对，开心最重要。我给陈总倒个酒吧。哎，小伙子，这个酒场上的规矩你有点不太懂啊。啊，在这种环境，一个老爷们倒的酒有什么好喝的？这不是还有两位女士吗？啊、我来倒、啊，我来倒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给陈总倒酒啊。啊，好好好。来，我再给您加一点。啊，谢谢。今天很高兴啊，那我就先敬陈总一杯了，我干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很高兴认识您。瞧瞧瞧瞧，嗯，爽快。爽快、嗯、爽快。嗯，真不错啊。干了。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，这个敬酒啊一定得敬仨。是吧钱秘书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倒倒倒。多倒点啊。啊，好好好。够，谢谢。那我敬您。哎，好好好。希望您能多多照顾我的公司。巾帼英雄啊。嗯嗯，哎，来来来，接着倒上，倒倒倒倒倒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没事没事，那第三杯。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吧？没事啊。
小顾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小顾。小顾啊，嗯，你看你都喝了三个了，你说是不是我得回敬一个？哎，陈总，别喝那么急嘛。哎，你不懂，做什么事儿就要趁热打铁。来，打打打打打打。哎，好好。倒倒倒倒倒，哎，倒满倒满，哎，倒满倒满，倒倒倒，啊！来，我敬你。好朋友，小欧来替你喝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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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典型的英雄救美啊！不过，小哥们儿，要是顶酒的话，就不能喝这个了，得换啊！嗯，啊，来，小伙子，我敬你。来，先干为敬。啊，等一下，酒杯放下。陈总，您刚刚不一直说要女人倒酒吗？那我给您倒酒。好。哎，您得多喝点，今天一定把您伺候高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给您倒酒啊，陪您慢慢喝。来，陈总，来。陈总怎么那么胆小啊？我在敬您酒呢。你这哪是敬酒的态度吗？那你这哪是谈合作的态度啊？姓陈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是缺钱，是需要你的投资，但不代表以这种方式。而且谁说女人就一定要伺候你们男人啊？你们这种肮脏的酒桌文化跟你们的人一样恶心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今天就算你给我钱，我也不要了。走。哎，他怎么？陈总，你没事吧？就你这样的，你一辈子拉不到投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还好吗？啊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先走吧，楚秋一会儿送我就行。思雨，我去给你买点解酒药，稍等一下啊。你这么不舒服了，就让小欧送你回去吧。我真没事，我习惯了。你先走吧。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逞强呢？你已经这么辛苦了，就让小欧来照顾你吧。你以为我喜欢逞强？我喜欢陪那些客户喝酒啊？那是我没有办法，这是成年人的社会，再辛苦也要忍着。算了，你不懂。也许小欧不懂，但是小欧可以一直陪着你啊，好朋友。你别再叫我好朋友了。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交朋友，我的心里只想着怎么赚钱，怎么能让我的公司生存下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再缠着我打你了。如果打我能让你缓解压力的话，那你就打我吧。只要好朋友能开心，我愿意遭受你的毒打。你别说了，你再说我真要吐了。